他因为昨天学妹托梦，所以到三峡去盖一间庙。弟弟是一直有很想要创业开一间咖啡厅，我觉得就是我只是单纯的想要把这个宫庙的连结放到咖啡厅里面，然后后来就看我爸在画符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画画上去，感觉在那里喝咖啡就是有一种很心旷神怡又很开阔。所以那时候去参加比赛的时候，就是会对自己的要求，所以我就是可能在比赛前啊，一天可能要喝到50杯浓缩都有可能。然后后来就想说，那如果说可以开着一台这样子的戏台咖啡，然后上面变成是我们在上面做咖啡，然后出去，因为会进香嘛，所以如果我办法跟着进香一起每一站一站的出去，我也觉得蛮有趣的。